唱片也都是从别人那边拿过来的，嗯，对啊，所以你不要轻易上当这样子。而且你看他，我看有很多都是剪字啊，都剪字啊，所以我才会觉得很奇怪。对啊，就算是国外翻译，也可能是翻译成国语吧。嗯，那他还叫你。我叫大家回去美国自己转账给他们就好了，对啊，我也没有错啊。对，我们做一个就是类似观念宣导跟防，就是防堵诈骗这样子。我没有被骗，是还好没有，是不会被骗，是觉得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跟我们之前遇到不一样？你如果跟他聊越久哈，你就会受骗的几率就会越高。你哦，你等一下就给他。封锁，然后加删除。好，哦，好啊，就是这种东西，就是他会讲一些甜言蜜语，让你不要被那些给骗了，因为我。